这局我们来看一下 S2 的鹿头。说实话，鹿头我是不会玩的，所以说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怎么玩。虽然现在钩子可以无限钩啊，就是说拉距离无限钩，看看他 CD，他看着 CD 来钩的。我开二阶之前好像只有两次吧。哎，看到那个，估计 CD 好了就要钩他。看到那个玩具商啊，CD 好了就要把它勾回来了。那这个距离不够，翻板吗？翻板就勾，中一刀，血赚。他带的是什么技能？传送。我鹿头带传送这么拼吗？也就是说他想半路拦人啊。现在他上了楼的话，那就有点难追了。虽然钩子可以穿很多膜，但是肯定不能追的，一追就会消耗很多时间。他是要先干嘛呢？先放夹子，放夹子。啊，不是，是换追了。鹿头，无论是鹿头还是什么监管者，追都最好不要追二楼的人。追二楼的人一绕你2圈多少秒？最少60秒。我去，我还以为这个能勾中了，这个能勾中就有点夸张了。肯定看到鹿头放夹子，就一定不能围绕着这个房子绕了。他敢翻吗？他敢翻吗？还真的翻了。那这个钩应该要吃啊，这个钩套路他。哎呦，没想到被套路到了，被反套路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不能绕了不能绕了。你看见他放那个夹子，两个门都放，窗门都放了，那肯定不能绕了，只能换板区了。现在就看这个钩了，减速球，中了中了。还可以啊，看用那个钩子破解释球，这钩不中啊。这就是说谁先急就谁输了，所以很明显那个杂技演员先慌了他就输了。现在机子估计机子肯定三台起步，100%三台起步。上椅之后肯定剩下两台，前锋来 OB，前锋在附近 OB，传送你看这传送带的。不是说没用啊，就是说，你前期抓不到人，不能快速抓到人的话，那你收益就很低了。能够中，还是有点东西的。这个杂技演员他一直往后看啊，就看你勾不勾，你一勾我就甩。这个中了中了中了，这个夹子就很灵性了，放在那个板子旁边，让你看不见。但是你敢不敢？敢不敢提？不敢提。前锋在这里 OB，你也只能处理他。所以这节奏，这应该能提。他不提，先拿一刀，先拿一刀。那现在前锋估计还不会走，他就在站着威慑你。哦，这里再放个夹子不更好吗？这样的话机子就没了，快没了。机子肯定剩下一点点，要装旧，要装旧。果然装旧了，装旧了，肯定要装旧。你这个状态肯定只能装旧了，你不装旧救不下来。机子的话剩下，还差一台整，两台加起来还差一台整，一样啊，这个跑不掉了。这还是要继续 OB 啊，不 OB 的话也得装旧。哎，他看来是想抓人。抓人守机子的话，那节奏还是崩了。你抓不到，你不能快速把玩具商给抓下来的话，那你还是没有用啊。勾不到，这个勾不到，站在角落里就肯定勾不到。然后 CD 又没了，所以节奏又断了。你又不能追他，你追他的话就血崩了。杂技演员前锋干嘛不去摸？啊，前锋去补遗产了。那杂技演员估计要交自己。没有，前锋跑去佣兵那边了，这怎么操作？那你就放着杂技演员不管了吗？那回去的话，如果交自己要苟起来啊，必须苟起来啊，不苟的话就被找到。其实找到也没事啊，找到的话也是要挂，你不可能不挂的。虽然他交过自己，但是你还是要挂，所以说找到也要挂，找不到也要挂，因为机子就差那玩具商那一台遗产了，你又被骗了。这就是 S 级的对决吗？博弈吗？S 牌之间的博弈，
你套路我，我套路你。这个路头已经自闭了，估计他要自闭了。这台让他守，因为玩具商那台有一台大遗产，玩具商那台是个，哎，这什么鬼？这为什么也能勾过去？不是有个板吗？这个 bug 有点变态。那个有桶的，那个有桶有几个桶的一个墙在那里，居然也能勾，直接亮了，直接亮了。那只能估计保平了，不，估计就留一个了。哦哦，这就另外一回事啦，这就有的说啦，挂吗？挂也来不及，不挂也来不及。他不挂，挂真的来不及。你不挂也来不及，你直接走过去，如果砸见人，虽然砸见人有个 debuff 啊，就是开门的 debuff， 但是你还是来不及。现在他被他预判到了，被砸见鹿头预判到砸见人的宝箱了，这是真的很有灵性哎，勾中就平，这要是平了真的很厉害，我只能说要去救了，要去救佣兵，肯定要去投人，飞挂飞，这个挂飞要去投人吗？要去投人吗？佣兵要去投人啊！佣兵投人的话，就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三杀。佣兵要去投人，先把前锋赶出去，然后偷完人之后，鹿头再去拦截，拦截的时候传送就好了。也就是说，飞一个就一个，还有两个，他传送肯定能偷好的。哎哎哎哎，勾回来，牛逼！我只能说鹿头是真的牛逼，这个是真的有点套路在那里了，极限翻盘，传送好了就看他敢不敢传，前锋虽然是一挂，但是你现在还有一刀斩的情况下，你怎么可能救不了？看一下佣兵，等一下就是卡满之后，一刀斩没了之后，要不要救一波？他球还是有的，所以还是有机会的。玩具商的话，玩具商他不敢点门，现在那里爆点，爆乌鸦。如果知道是，哦，不是爆乌鸦，一刀斩还在，我操，太强了，我只能说太强，又放两个夹子封路，你看到没？那夹子被草挡住的，我去。他那卡什么？卡那个薄命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我只能说太厉害了。能跑，这个挂起来能跑。前锋的话估计也能，他不走，玩具神不走，等一下又被勾回来。我跟你说，信不信？又被勾回来了。还好没正中啊，正中就勾回来了。三抓，我只能说逆天翻盘，这次。